欢迎继续收看《婚姻新闻》，到底来关心电视大小事。今麦是蒜头采收的季节，不过伫三月底连续大雨，是造成婚姻关的蒜头损失严重，真侪农民受到影响。为此，立法委员老建国日前也邀请到农委会主委陈吉忠来甲包中乡了解栽损的状况，并且呼吁县内所有受灾的蒜头农友，伫四月十一号之前，赶紧甲各地公所来申请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在三点十分起来蒸，到十二点，你头壳戆到用要昏去，你每一个搁蒸哦。无中乡的蒜头农民，个个是叫苦连天，因为三月底连续大雨，是乎因的蒜头受到严重的损害。为此，立委刘建国是邀请农委会主委陈吉忠来到无中乡了解灾损状况。刘建国立委啊，带着咱的农委会主委郑吉忠，啊来到无中，咱同。同基站的所在，看咱的蒜，关心咱的蒜农，啊，看咱的蒜头园哦，啊，就是讲，因为这三月份连续落雨吼，三月二三甲连续啊个二八，安尼造成这个蒜头的这个蒜斑吼。陈吉忠表示，所有婚姻馆内受灾的蒜农，伫四月十一号之前，拢会使到各地的公所申请天然灾害现金救助。若是伫三月二十三号到四月初一这段期间已经采收的农民，有村长或者是房东的证明，拢会使向公所申请。农委会已经用详尽的方式，讲各婚姻馆所有种蒜头的农民，吼，拢会使去乡镇公所申请几个现金灾救助的申报，只要伫。即卖农地顶管有蒜头的新爆料，只要乡镇公所决定伊是有种蒜头，因为即卖雨造成的损失拢超过20%，所以只要凭即个，看是乡公所去翕相的证明，还是无明证翕相的证明，拢会使来申报。今仔主委来到现场，就是要解决到的问题。三月二三到四月初一，你都有膨大用膨大证明，无膨大不到船长，咱是要处理代志啦。哦，要解决问题。啊，今年。进口蒜阁比往年较少，啊，咱的量阁吸收继续落较悬，所以咱估计啊，这个问题解决掉。所以三月二三甲四月初一通过之间，这段已经采收的，只要有船长的证明，还是有网单的证明，嘛是拢会使来受理申报，有这个公顷三万吨的现金灾害救助。大雨造成蒜头损害，最艰苦的就是辛苦的农民，也请有受害的农友，就赶紧来向各个乡公所申请减少损失。婚姻新闻综合报道。